細個嘅時候成日聽見人哋話香港咧係文化沙漠啊，咁更加唔可以講得上有啲咩文學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有人嘅地方唔應該係冇文化或者係冇文學嘅。香港開埠以嚟咧，規定只有英文只係具有法律效力嘅語言，即使係政府同民間嘅文書往來咧，都係用英文比較容易受到重視。不過民間咧，華人自然係講中文。在文學、藝術、創作領域，中文亦都是獨領風騷的。香港開埠之後，原有的中國傳統文化處於停滯狀態。英國人的管治除了培育出實用的英文學習傾向，以及促進了兩種文化的交流之外，並沒有產生新的文化發展動力，香港因而被稱為文化沙漠。1874年，住在香港的著名學者黃濤創辦中文的《循環日報》，在十年間發表了一系列文采飛揚、談史論政的散文，可謂香港文學的先祖。黃濤新東方時代是成個一個楷報，是一版入邊包括咗所有富行的內容，有小説、有詩歌、有翻譯，有猜謎。香港文學主要就是以這些報紙的副刊為根基而發展出來的。今時今日，香港報紙的副刊已經演變成為以娛樂生活為主要的內容。昔日鼓吹革命、文學創作、探求精神領域的內容已經不再是主流。小詩老師窮幾十年的精力，將大半世紀的香港文學資料整理出來，他將這些資料交給中文大學圖書館，圖書館就以這個做基礎，建立了香港文學資料庫。這幾十年，我好好地將每一年的報紙、雜誌有關香港文學的都逐頁逐頁地看，但我不能夠捨得他離開我，所以我就將佢影印咗，做咗卡片，做咗檔案。咁呢度一立咧，基本上就係我嘅心血所在。有人話魯迅嚟過噃，聽見有人話茅盾嚟過喎，有人話蕭紅死喺呢度喎。於是我就喺呢啲地方着啲，逐點逐點咁追查。孫壽康出生於1900年，世居香港，20出頭就創辦壽康出版部，出版了袁振英的《逆卜生傳》、《性的危機》以及張南莊的《荷典》等等。其實我很早就知道有這個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寫過什麼東西，因為我找到這本書，我才發現原來他在香港這塊殖民地那裡，他已經去探究外國的情緒，去關懷香港學生究竟的學習態度是怎樣。這個我很震驚的，因為是1920多年的事。香港的文學道路始終曲折艱辛，他最燦爛的年代竟然是時局動盪的戰爭前夕。撐若遊子散，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從此就有了雨巷詩人的雅號。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後，他在1938年來到香港，主編《星島日報》副刊。很多人都知道戴望舒來過香港的，但是關於戴望舒的材料呢，這裡就有這麼大疊了。1942年戴望舒被日軍拘禁在域多利監獄，他寫下了《我用殘損的手掌》。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陰暗，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這裡呢，有人曾經說過他是漢奸，詩人是個漢奸，我想很多人都不會想到的，但是呢，這裡
有一個很清楚的材料，是有人聯名舉報他在香港曾經做過漢奸。嗱，咁呢啲咧對我嚟講咧個刺激好大嘅喎，因為我好中意帶網書嘅，咁所以咧我一定要想辦法不斷地追查，為佢翻案。咁我卒之係能夠為佢翻到案嘅。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好多喺香港嘅中國文化人都翻咗內地，病重嘅戴望舒亦都去咗北京。與此同時，內地一啲唔認同共產黨嘅知識分子同埋佢哋嘅家屬就南下嚟咗香港。其中一個年輕人個名叫做查良鈺，佢喺後來嘅香港文壇上影響深遠。其中成就最大、影響最深遠嘅當屬新派武俠小說家金庸。他從1955年開始作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創作，到1972年封筆，總共寫了長短武俠小說15部36冊，總印數達到4000萬套以上。所以有人說世界上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他是寫兩樣東西，一個叫武俠小說，一個寫論。他最早的時候是大公報做編輯的，他在大陸走翻落嚟，即江南個海寧。最早嘅時候，佢喺國民黨嘅政治學校喺四川嗰度。当中都采纳了。最早将金庸小说拍成电视剧的是1975年开张、生存了近3年的佳艺电视，当时的《射雕英雄传》轰动全城。时至今日，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华语节目制作和供应基地，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名列世界前列。当金庸小说在电子媒介隆重登场的时候，一份陪伴了战后香港年轻人成长的《中国学生周报》就黯然落台。他曾经是香港本土文学的启蒙园地之一，小诗、西西、雅诗、陆离、石岐、罗卡都是活跃的作者和编辑。这份报章我们虽然是在1128期里面已经有绝大部分的，但是仍然都有19期咧，我哋係冇辦法咧搜羅得到嘅。咁我哋做呢一個嘅香港文學資料庫咧，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咧，就係點樣咧將一啲散失咗嘅資料咧，將佢收集翻上嚟。通過手稿可以見到作家嘅風格啊、個性啊，同埋咧係有親切感，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我一路都希望能夠搜集更多作家的手稿，能够让他呈现在研究者、读者的眼前，有种心灵的联系。香港开埠百几年来，英资企业一直独领风骚，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们的地位才遭到挑战。70年代末，港资长江实业和环球航运集团分别吞并著名英资和记黄埔和九龙仓。下一节我们会一起去看看那场蛇吞象。
1969年以李福少為首的華人財經人士創辦了遠東交易所，為華資企業打開了上市集資的方便之門。長江實業等7家華資企業先後上市，實力直逼英資。遠東交易所成立之後的幾年是香港股市最旺盛的年代，市民似乎只要買到新股都可以賺到錢。1972年香港股票市場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一件就是英資智利公司以兩股換一股的方式取得牛奶公司的控制權，另一件就是長江實業集團上市。1973年到1978年這幾年它發行上市集資13次，所以短短的8年時間，它的整個市值翻幾番，這些投資策略也是它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經過了一年多瘋狂增長的香港股市泡沫在1973年3月爆破，當年恒生指數大跌超過90%，數以萬計的市民因此破產，百業蕭條，地價和物業價格跌到新低。當時來講，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股市有很大的風險，而智利收購牛奶令到這兩隻股票每天都上升，只要大家去買這隻股份都可以賺到錢的，於是乎令到越來越 越多的香港的市民就蜂擁去投資股市，所以就是種下了73年這個是股市狂潮的一個這樣的危機。長江實業借著這個時機大量收購港島的地皮，並且在股票市場通過收購美資永高公司取得了中環的希爾頓酒店，此舉打破了中環地產一直由外資特別是英資置地公司控制的局面，同時也開創了香港華資吞併外資的先河。置地公司收購牛奶公司一役雖然是贏得精彩，但是同時令置地股票大量流失到小股東的手上，大大削弱了大股東怡和對置地的控制權。當時置地控制的九龍倉在尖沙咀擁有大量土地，而九倉的股價亦都跌到11多。最早是李嘉誠看中九倉進行收購，在李嘉誠收購的過程中包玉剛加入，包玉剛的加入其實他有他的背景，因為當時包玉剛的業務主要是航運，而80年代初他已經看到航運要陷入世界低潮，所以他採取一個戰略叫做棄舟登陸。九龍倉的全名是香港九龍碼頭及倉庫有限公司，1886年由英商保羅遮打創辦，主要的業務是經營九龍的碼頭和倉庫業務。1978年初，市面上傳言只要買入20%的九倉股票就可以成為九倉大股東，長實不動聲色由各種渠道吸納九倉股票1000多萬股，令到九倉股價由10多元升到30多元。正好這個時候，另一位華商包玉剛亦都大舉收購九倉的股份，李嘉誠就將手上的九倉股份全部賣給包玉剛，加上原來所持有的九倉股份，包玉剛就成為九倉的最大股東。包玉剛的對手是香港第一大英資怡和洋行，九龍倉和置地公司是怡和系的兩翼，怡和對九龍倉自然想力保不失。不過包氏接過長實手上的九龍倉股票後，成功入了九龍倉的董事局。怡和和包玉剛為了爭取完全控制九龍倉，都不斷在社會上吸納九倉的股票，令九倉股價一路攀升，達到每股60多元的新高。怡和和包玉剛談判不成功之後，轉而提出以價值100元的置地新股和債券換購一股的九倉股票，目標就是將手持的九倉股票由20%增加到49%。最後呢，包玉剛是相當之海派作風，是很豪爽地出了每一股是105元。
巴豪岗唔出到105蚊咁高嘅价钱咧，去收购九龙庄，咁可能咧到而家都未必会能够得到九仓控制权啦。但系交易之后发现，佢新取得嘅股票当中有一半系置地主动放出嚟嘅。换言之，即系置地喺提出增购计划嘅时候已经决定，如果面对高价反增购，将会放弃置地嘅控制权。呢间怡和大班凯瑟克家族经营咗上百年嘅老店，点解保唔住？但系咧，似乎咧，佢哋呢个家族咧，对呢个系中共方面信心咧，就一直都系咧，就系唔高，甚至可以话咧系有恐共嘅心理。所以咧，大家可以睇翻，咁喺呢个系70年代中期咧，咁系凯瑟克家族咁就撤离咗香港，喺香港撤退，咁就转头喺南非，咁啊做好多即系南非方面嘅，例如糖啊、糖业啊或者其他嘅业务。咁喺但系咧个经营方面咧就相当之唔理想啦。而我过去嚟讲咧，喺香港似乎咧呢几十年间都系进退失据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亦都有機會係令到九龍倉點解當時嚟講咧個經營一直都係咧唔理想嘅一個原因。李嘉誠喺轉讓咗九龍倉股票俾包玉剛之後，並冇停止物色對象，繼續拓展。佢嘅目標轉向資產比自己大得多嘅和記黃埔。詳實咧，將目標瞄準咗另外一間英資洋行和記黃埔。和黄当时是香港第二大的老牌英资财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而当时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足7亿港元的中型企业，收购计划真是天方夜谭。和记黄埔前身是和记洋行和黄埔船澳，在60、70年代由于拓展得太快，在1973年股灾里面损失惨重，1975年面临被清盘的危机，最后由汇丰银行注资收购咗33%嘅控股权。原因就系话，当时嚟讲咧，和记洋行系经营不善啦，出现财政困难，咁所以咧系汇丰接管咗佢，同埋咧将佢整顿，咁令到佢咧就开始转亏为盈嘅时候咧，就将佢出售。根据当时香港嘅公司法同银行法，银行唔能够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以接管陷入财务危机嘅企业。但是当企业经营走上正轨之后，就要将它出售。汇丰主席在劝长实放弃九仓收购事件上欠了李嘉诚一个人情。这一次李嘉诚上门要求收购和黄的股份，两家一拍即合。长实和汇丰达成协议，以每股7.1的价钱收购汇丰手上全部9000万股和黄，作价6亿多。佢能夠用咁理想嘅價錢買到和黃咧，對佢日後呢個係即係發展咧，成間公司嘅發展咧就相當之重要，亦都對李嘉誠嘅本身嚟講咧，可以話事業方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李嘉誠取得到和黃，實際上咧佢從一個單純嘅地產商變成到一個跨國集團嘅主腦，嚇佢借住和黃呢個平台。佢發展成為一個跨國集團，所以呢一點嚟講，對於華商喺香港嘅，即係話從經濟上嚟講，奠定到佢最大財團嘅地位。香港兩家規模龐大嘅老牌英資上市公司，先後落入華商嘅手中。1984年3月28日，怡和遷拆百慕達，一年之後，債台高築嘅置地。向李嘉誠出售香港電燈公司，至此華商已經取代英商，取得香港經濟的主導地位。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是香港現在最有吸引力的主題公園，最能夠喚起香港人集體回憶的就可能要數麗園了。但要講香港最早的公園，就是當年被稱為冰頭花園的動植物公園。要知道他们的转变和发展，请收看下一集《游园旧事》。